向机场出过路，前方有流动向机场出，前方有移动时经常出现公务车出没位置，限速80公里，450公尺。你给阿刚吹掉。超速。200公尺。100公尺。通过。够力量。没事。三一啊，你把蓝牙关掉，操！14、17用色。前方有固定式测速照相，过完隧道后限速80公里，你已超速，信号微弱。需要。嗯。我那个屋主在上底吼，直接碰山顶。过来接呀！前往雪穗开始广播，保持车速，前后超速差不多到宜兰头城。算他啦，算时速是10啊，100公尺。